嗨 Siri， 嗯哼，帮我定一个明天早上6:30的闹钟好吗？没问题，我已经把闹钟设在上午6:30。晚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萍。现在的我穿上了一身军装，来到了这个充满正气的地方，要跟真正的战士体验一天真枪实弹的军营生活。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光看战士们的训练还不够，此时的我心里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报告，我想。满帅了，满帅了。可以可以，这个还蛮可以，哎，这可以。肯定，你和那些兵哥哥在一起，真的是最萌的身高。这个是有点可以，在前面走好。如果发现，咱们看看一个枪要吗？重吗？哇，好有感觉哦！我再给你外面走一下。你怎么能这样？那我进去吧。这段好熟悉啊，平平。我们不能一定要把它吃完吧？嗯，对，是吧？我昨天都把它吃完了。原则上是尽量能吃完，现在回家不是奖金体验。是的。兄弟，我看让你吃饭。吃完了。嗯。兄弟，你们也吃完了。嗯。谢谢。可能过了明天，你们就见不到我们了。但是你们可以来哔哩哔哩见我们哦。兄弟，有人说你长得像岳云鹏吗？他有两个。我觉得你比小岳岳更加帅。行啊，很有腔调。哎可以啊，哎非常可以啊。对了，我觉得我过不去，有点远。我估计你跨过去，你掉一会儿下来吧，我有点怕。下来吧，我想下来，然后放我下来。踩轮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样子踩。这个下面有什么钻？哦，这个我可以钻，但是这个踩呢，我觉得我腿有点不够长。装枪和拆枪的这么一个过程，真枪哦。
风流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是梦，我是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对着 ABC 说哈哈。现在我们已经从军营出来了，刚刚跟我的战友们道了个别，心里还是非常依依不舍的。我们离开后，战士们的训练依然有序地进行着，并不是像我今天一样嘻嘻哈哈地度过的。今天我所看到的训练都是极度考验他们的意志力和体力。当我把防弹衣穿在身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竟然这么的重。在他们接近极限的时候，都会怒吼着为自己打气。在他们身上呢，我没有看到一丝的犹豫。掉血、掉肉、不掉队是他们的精神，这些我在现场都极为的震撼。在休息的时候与战士们的交流，他们又是这么的平易近人，喜欢分享。俗话说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，让我真正认识了他们，这个经历我能吹一辈子。感恩今天遇到的各位战士，好好照顾好自己，你们是最棒的，我们永远支持你们。